少主，你摆脱不了我，还是把心思放在寻找灵珠上。我本来就在找灵珠啊，那你看，圣灵珠亮了，说明此处必有灵珠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哎，唐月，你是如何找到我的？少主，灵珠在何处？ 小哥哥，小哥哥，吃药。或许我们就不该再重逢。 小哥哥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。为什么找不到你？
世良，世良，良儿，你没事就好，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灵儿，你怎么突然离开了？小哥哥，其实你在林家堡是不是碰到蛇妖了？蛇妖？没错，林家堡的丫鬟也是吓傻了，竟然说你是蛇妖。逍遥哥哥，灵儿怎么可能是蛇妖呢？后来我和野蛮丫头和状元郎一起找到了蛇妖的老窝，我手起刀落就了结了那蛇妖。不过在隐龙窟我还是没找到你。你们把蛇妖给杀了？必须杀了。啊，对了，跟蛇妖在一起的还有个狐妖，我一并杀了。逍遥哥哥，是妖就一定要杀吗？当然了，妖魔人人得而诛之，大侠就是要斩妖除魔。再说了，那蛇妖敢抓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逍遥哥哥，万一……我是说，万一妖也有好的呢？怎么可能？妖魔只会害人，表面再好，那一定也是装的，必须要除之而后快。对了，灵儿，你还没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离开呢？我遇到了尸妖，后来是白河村的寒衣仙救了我。那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那就好。果然又是尸妖。灵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保护好你，绝不让他们伤害到你。那后来呢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寒衣仙让我来救一个人。救人？这是我女儿孟慈，尸毒已经侵入她的心脉，可是我不忍心杀了她，只能把她关在这儿，让人看守照料，这一切都怪我，是我太自私。赵姑娘，你中了尸毒却可以自愈，咬了你的姑娘，尸毒也不再扩散，你或许可以解尸毒。我知道我的请求有些过分，但是你或许是他唯一的希望。我可以救他。尸毒，灵儿，你脸色这么苍白，一定是又用灵力了吧？逍遥哥哥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解尸毒，只要用一点点灵力就好了。真的？嗯。灵儿，虽说只用一点点灵力，
但你以后还是不要总用还魂咒去救别人了。哦，对了，灵儿，这韩姑娘的毒已经解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灵儿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找东西。找东西？找什么东西啊？很重要的东西。灵儿，这个发绳是你的吗？嗯。找到了。你回来就是为了找他？嗯，我回到药炉，发现发绳丢了，就一直沿路回来找，然后就看到了逍遥哥哥。哇，发绳啊发绳，真是多亏了你，才让我又见到灵儿。哎，对了，灵儿，嗯，这发绳看起来有点旧了，不如这样，我去城里给你买个新的啊。不要。啊？这个发绳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很重要？那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你的吧？嗯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特别？是谁啊？我认识吗？嗯，你认识。啊，我还认识啊？那我一定要好好想想是谁。好了，小雅哥哥，我们快走吧，这里晚上有尸妖出没。哦，走。我真的认识吗？我认识你认识，那没几个人。韩姑娘，哦，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灵儿姑娘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，不会出事吧？放心吧，韩医仙说了，去迎接一下赵姑娘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嗯，这不回来了。灵儿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位是？在下李逍遥。李少侠。韩姑娘，你就是白河寨的大当家吧？正是。少侠如何得知？哦，我猜测。对了，韩姑娘，救我的那位姑娘呢？我也不曾见到。未曾见到？啊，估计是伤已痊愈，自行离开了。放心，我会派人去找找。大当家，有件事儿我还得请你帮个忙。哎你，嘿你这小子跑这么快，赶快赶紧过来，快点，别磨磨唧唧啊！快点，没声啊？对呀、啊。没有发现大当家和那小子。大当家，该不会是把重喜那小子给活吞了吧？啊，不可能吧？就算大当家吃人，他也应该吐骨头啊！你看这儿，哪有骨头？哦，该不会是咱们的迷药下的不够多，让那小子给跑了？哎呀，大当家，这是什么？
韩一仙的银针，韩一仙的银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啊！你怎么了？这是大当家的血呀！大当家，这是昨晚想要去冲洗那小子，被他给跑了。那小子去找了韩一仙，韩一仙过来发现大当家已经到了吃人的地步，他大义灭亲了呀！大当家。表妹，你还是歇息歇息吧。表哥，你一点都不担心李逍遥？李兄的手段我也是见识过的。他是有点小聪明，不过他是被迷晕的，万一……没想到你这小姑娘还挺重情重义的，不过你顾及别人，别人可不顾及你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李逍遥人呢？有他呀，他早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对啊，抛弃你们跑了。李逍遥，你个混蛋！姑娘也不用太生气，你这么重情重义，我们大当家一定会特别喜欢你。你就下去陪我们大当家的吧。下去？去哪儿啊？王权。啊？嗯，没错。我等奉命前来送二位上黄泉路的。带走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表妹，今生能与你死在一起，真是我莫大的福气。李逍遥，你不要脸！亏我那么担心你，抛下我们就这么跑了！你胆小如鼠，背信弃义，不是个男人！李逍遥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行了，该骂的也骂完了，我呢？会给你俩请一个法师，啊，好好的超度你们，保证让你们不会成为厉鬼。你俩呢，在下面就开开心心的给我们大当家服侍。嗯，是。你来。今天是我娘的寿辰，我不能见血。哎呀，说说你，小子，今天是我儿子满月，我也不能沾血。这三个人有那么费劲吗？那你来。我最近身体不适。哎呀，废物，三个废物，三个人有那么难吗？啊？拿来，现在就杀给你们看。对对，三当家，不如还是先砍我吧。有什么区别吗？万一
万一要是有什么转机呢？没有转机了，滚滚好了。刀下留人！算命大师给我说了，我这辈子不能沾血了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什么话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哎呀，大喘气儿！李逍遥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大当家，当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是真的假的？大当家的？大当家怎么活了？各位，听我说一句，我能痊愈归来，全仗赵姑娘相救。这一碗，谢谢赵姑娘。谢谢赵姑娘，谢谢赵姑娘，谢谢赵姑娘。这第二碗，敬赵姑娘的朋友们。之前我们白河寨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得罪得罪了啊！这第三碗酒便是给四位朋友提前送行。我们白河寨还有山下的白河村，地处鬼阴山深处，数十年鲜有外人前来，能认识你们也算是缘分。只是我们还有其他事宜，不便诸位久留，日后有用得上我们白河寨的地方，尽管言语。来，干干干吧。各位在寨子凑合一晚，明日早些启程吧。请。请。大当家的，你们这儿的人的确都很热情。惭愧惭愧，那就要抢着吃三香了。吃好吃好。啊，吃什么呀？哎，给你尝尝，味道还行。你尝尝，灵儿，你吃点吧，吃个这个果子还可以。我忘了给我的小白喂食了。哎呀，你喂过了三当家呢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，小白吃的可欢实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，他最近食量比较大，得多喂几次才行。冲喜是吧？李少侠。那个病急乱投医是我们的不是，但是我听我们大当家说了，正是因为冲喜，您才能见到赵姑娘和她重逢。对对对对，能好处吗？冲喜冲喜，冲的就是这个喜事儿，对不对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李兄，李兄，
你与那大当家的该不会当真重启了吧？状元郎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怀疑你读没读过圣贤书。啊，纯粹好奇，好奇。慢慢吃吧，慢慢吃。当真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犹如斯文。你怎么突然就消失了？是不是碰到蛇妖了？还好你没事，你要有事的话，我非得把这方圆几百里的妖怪全都杀光不可。别怕，等回了苏州，我带你玩几天压压惊。月如，谢谢你，都是我连累了你们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们都是好朋友啊。月如，我可能不能和你们一起回苏州了，因为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南诏了。哦，对啊，你要回南诏，那李逍遥是不是也跟你一块儿？当然一起了，我好不容易找到灵儿，肯定不能让他一个人。李逍遥，我觉得我更适合送灵儿回南诏，你就别跟着我们了。有些事儿呢，确实是羡慕不来的，你们赶快回苏州吧，免得你爹又派人保护。我林月如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爹管不着我，你也别想我。既然这饭菜吃的差不多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不如我们先回去歇息，明早再送李兄他们。走吧，灵儿。表妹。那灵儿，我先走了。嗯。起来，把剑拿着。嗯。见笑了，见笑了。表妹。吃这个。灵儿，你吃饱了吗？这个山寨怎么全是青菜啊，连个肉都没有。灵儿，早点歇歇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逍遥哥哥，嗯，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回南诏的。灵儿，你为何这么说？灵儿，是不是我做了什么惹你生气了？是我没第一时间找到你，还是老跟那个野蛮丫头斗嘴，还是我去冲洗了？哎，冲洗我是被逼的，你知道的。逍遥哥哥，和你没有关系，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，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。什么疑问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啊。我要是帮不了，咱们去找状元郎，他是状元，他一定知道的。有些突然，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和你说。灵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快告诉我呀。逍遥哥哥，等我确定了我再告诉你好吗？好，我听你的。灵儿，如果是因为我让你有了什么疑问，那你一定要相信，我会好好保护你到南诏的，我绝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嗯，谢谢你，逍遥哥哥。所以你不要再多想了。明天我和你一起上路。好。好。
就这么定了。定了啊。逍遥哥哥，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怪你，要不是你突然出现，我早就找到灵珠了。哎，灵珠好像就在这儿。等一下，上回那个人就是从这儿消失的。喂，你能不能说句话呀？这就我一个活人吗？动动脑筋啊，要挖也要挖大的嘛，灵珠怎么可能在这种小坟墓里？对不住啊，要怪都怪唐玉，他先挖的。埋了有什么用？关键时候还不是得靠我的五毒虫。谢了，小虫子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怪物。去、啊！
难道我的江湖生涯就要这么结束了吗？还好，没被那个呆瓜小贼连累到。不要背后说人坏话，尤其那人还在你背后。李逍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嫌这儿的房间又臭又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哦，哎，你还没说呢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晚上吃多了，出来走走，消消食。切，骗鬼呢！大半夜的出来，怎么有心事了？你说，一个女孩突然心思加重，是为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她一直好好的，到底出什么问题啊？灵儿吧，那肯定就是你惹他伤心了呗，你一天不惹人烦都难。哎，这是多余疑问啊，我都忘了你不算女孩子。哎，李逍遥，你要是来消遣我的，你赶紧给我滚蛋啊。灵儿有没有私下跟你说过什么？说他有什么心思？没有。灵儿到底怎么了？也没怎么。看在我们还算朋友的份上呢，我可以帮你参详一下。女孩子呢，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他心思重了，就多陪陪他，少说话多做事儿。要说呢，也要说软话，说哄他的话，懂吗？哦，谢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好话不说第二遍。切，不客气。哎，我不是帮你啊，我是为了灵儿。总之，谢谢你为灵儿做的一切。看你态度那么诚恳的份上呢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。走了。哎，李逍遥，明天你和灵儿要去南诏了，我们后会有期了。认识你还算开心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真的吗？毕竟像你这么刁蛮的姑娘天下少有。你也好，临走前记住你这副讨人厌的嘴脸。你干嘛？嘘，你看。有石妖！有石妖！进来了！你快关开门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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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当家，这样守下去不是办法，是要只在夜间活动。现在天色将晚，再坚持一会儿，他们就会退去。